帮我顺便拿一下这个好吧，谢谢。哎，行，不要拍了，你们要去拍照。小你们拍民宿的部分还是？好好好，民宿我们要拍一下，因为有时候要来住。是民宿啊。哎，客房在里面。有味道哎。我们保留了原来的安平城哦，这里看是四房，哦，这边一间睡三房，那有两间那边，哦，榻榻米房有两个，哦，真的。那个是会可以采阳，没问题。不需要拖鞋是吗？不用。包栋包栋，味道。昨天住这边就好了。有些也不是大，那边是建筑在我们家里头，对，然后会用炉火，不能用一点火。而且我觉得你不恰当，在那我的那个。你这还牵到，因为很多江南那边，我们有请，专门来清啊，我的被子啦，还有床单这些东西，他们都是专业。不是我的意思，使用者只要他们那种专业。哦，不会的。有时候会，不，但我在想，就是说你这个小孩住人基本上也是，我们会去问是做什么用。哎，如果他是要什么，每一个地板都要睡的，来二三十个，那我也不会买。那目前有啊有啊有啊，那有这样子，画家来租，啊，从这个台北来的下岭的下到水泥乡，现在就是住一个晚上的有。Thank you.
刚刚讲的，现在因为像我拿政府的钱去修薛丁人家，我拿政府的钱去修，修了42间的地狱的空间，那要修谁的？会开一个审查会，我们会开个审查会，依照名次去计算，去优先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老先说要多久？有时候房子即使不是很漂亮，可是那里面的人物历史非常的精彩，我们也会去修。那这边，那这个房子的价值啊，最大是？这房子的价值最大是那房子本身很漂亮，而且当初不要讲说我们去修，是我们去拜托人家破房子给我们用。当初是这样，当初大家都不相信这个。这已经通过古迹了吗？历史建筑啊，历史建筑而已。历史建筑跟古迹都有身份去申请这个东西。你看那个42个房子，42个房子你修的有全部都有变成这样子吗？还是只有三间？没有，有十几间，有十几间。巴洛克女士建筑。不是的，这个是巴洛克混合现代主义的建筑。一间八十栋，所以是历史建物。历史建物。那你们有古迹变成民宿的吗？没有。现在是我有2处古迹，一个是廖家祠堂，一个是正文书院。那两个都很特殊，它就是完全是像祠堂、像庙。庙的东西啊，没有办法住人。那是庙，祠堂啊，祠堂，看它多少，收表啊，一起供，一起供膳。所以你们这些民宿，就是有特色的这些民宿，你所经营的这些民宿有没有上网？有，有啊。那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得到？罗阳文教，要不然西罗背包客栈，我们对面还有栋一间。背包客栈，我找福伦社进去做哈。他们社区正有那个房子，修完以后，去这个社站。福伦社。福伦社对。哪一个社任？哪一个社？不是福伦社，我说哪一个社任？哪一个社任呀？哦，西罗福伦社。西罗福伦社。老大亚龙福伦社。老大一堆龙福伦社。哎，你嘞，你是属于哪一个？西罗社啊，西罗福伦社，西罗福伦社。所以一周家里，就是蛮好抠。全部第三进，第三进除了我的书房以外，全部。那我解释一下哈，这个作品啊，叫做风向，风吹的风，夏天的夏，风向。但是去年我邀。